来，注意听哦。你们刚刚几个在做什么？你们有在做好你们自己的角色吗？有吗？还没有。要喊啊！奥布出去两颗，你们都没有注意吗？谁主导？谁主导？我来喊。彭俊要帮忙啊！好。Lin, 好。干嘛？比赛是这样打的吗？对不对？对。认真打啊！好，得分没有关系啊，但不要自己失误嘛。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你要杀没关系，很漂亮，再低一点点。好，你要杀就漂亮一点点，不要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，比赛不要三心二意。没问题。做什么，当下要做什么，把它做好就好了，好吧？我不要看到你在那边紧张哦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Let's go, let's go.准备，不是说踩在线上了，整个直转过去了。哇，这一球汉斯很拼命，但是因为是一个短的，出其不意。黄队刚才在前面就在打四号位进攻的时候，有很多个球员要把攻击，所以他们现在把战术改成是用二号位进攻试试看。哇，零点五发球就偏了。八成失误，让红队又多加一分了，12-6，六分的领先。红队于承鑫的发球有点带飘，是啊，抱是好的，抱是好的，是好的。7-12，回到怪物少太的发球。安全送过去，准备准备来了，这个击球，啊，安全拦网，夏普阳，夏普阳拦网得分，13-7，红队持续领先。哇，这场比赛第一次看到拦网得分的镜头啊，夏普阳，红队就要拼牌了，接发球不是很顺，啊。彭俊举球其实都举得蛮好的，而且呢，彭俊是自告奋勇想要去当举球员，不然依他的力道的话来当攻击手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不要，黄队正进行的上手发球，哎呦，低空飞跃，哦，非常的拼命，是，等于郑俊兴呢直接发球得分哦，9-13。深圳重置外，还有连续追分，你看黄队10-13了。加油！这发很好，韩直举一个阿梅。黄队的机会，哇！很好，举得很好。哇哟，直接飙过去！还有。真的有点像打机遇战的哦，比较没什么战术。脚脚，哇！洪春出这一手，断手，让黄队再得一分，11-13。领先两个，动起来！再两颗，汉之正举得很不错，只是可能阿梅会那个梅贤志可能觉得说球太长了，所以就只用高手杠出过去，可能觉得高度还不够甜。嗯。哇！结果这个时候。追分送过去之后，现在红队拼牌了，14-11，三分领先。小豹的发球，啊！结果被吹了两次，这个时候，所以在第一局，红队是以15-11拿了下来。今天不管我们多努力，两次三次这样子啊，现在听见两位团员说的就是体验多久，不断电量，也是增加了，他不管有多少量，是不是？但历练，他会考验你的气魄。不管是新人，就是断的努力，我们还是那个一种说。所以记得心中你们想见到的事情，发现那天哇，你们真的打得很精彩。
因为我陪着你们练，所以我知道你们辛苦。要来呗，还有下一场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 win! 可以的。他们真的是接受就是飞科班的那种训练，然后阿飞教练就是不是人的对待，就是很凶，每一次练都是四五个小时起跳，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起练，虽然没有全程参与，但我在旁边帮他们捡球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这一场打得很好，但是红队又打得更好，因为两队都为了排球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，可以看到好比赛，真的我很感动。听不下来要补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。刚我们家，我们在找你，我们比完最后一项。不要，就要来找你。好，好，现在，好，好，好。